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与食宿游购行业者共同宣传屏东 GoGo 数位行销平台，此平台提供屏东观光产业合法好店资讯让民众参考，还有县府活动资讯让民众及业者可掌握观光活动，业者还可针对不同活动寄出优惠，刺激民众消费意愿。这个平台我们能够让这个业者在第一时间看到县府举办的相关系列活动，不管是哪个局处哪个风格，像是原民文化处，我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让业者看到我们有这样子的活动。那看到活动，业者就可以提供这个优惠讯息出来。那相关的优惠讯息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平台，让更多的民众在第一时间能够掌握到，说他们在做行程、食宿游购行的安排上面，他们可以先去索取活动的优惠。屏东 GoGo 平台让民众造访屏东时可及时获得最新活动及业者优惠，也协助观光业者进行数位转型。目前有200多家食宿游购型业者加入平台，且陆续增加中。加入这个平台的话，可以免费的享有曝光，那也可以跟屏东的业者呢，一起努力，然后在后疫情的时代，可以一起创造更多屏东业者的网络能见度。县府表示，屏东 GoGo 将于11月结合四重溪温泉季活动，只要在车城乡或四重溪温泉区、牡丹乡或旭海温泉区住宿或餐饮小吃消费发票或收据不限金额上传至屏东 GoGo 即可参加抽奖，有 iPhone 14等大奖。县府强调，数位科技与在地产业的融合是未来观光产业的重点。屏东 GoGo 统整店家与县府活动资讯，建立共同行销资料库，未来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屏东活动资讯及业者优惠讯息都将透过平台提供给民众。记者张如英、刘建荣采访报道。